昨天自己还在讲自己搞错，没搞错。新的呢，大家都知道他搞错了，他也不是让他搞错。对，这窝囊废嘛，是吧？对，真是。他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。对。现在问题是，这么有人想来背这个责任，谁都不想背。对，电话。林思潘说：“这不关我事。”都在看我。还有25个人是在帆布帽上车，另外25个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。对，那我让他发了，但他们都没把东西翻过去，没有，这才好。那个采访。好吗？是416。这王总笑了。再严肃一点。啊。再可以严肃。好，严肃点。OK， 那行，那您赶紧。行，那您先给四名人再好，谢谢啊，嗯，拜拜。然后脸皮，然后这边。你要跟人家说话才行。对。就按照我刚说的，现在都没人训，我就该训一个人。以前没我的时候，他就训一个人，现在多一个人训了。对。老哥也可以训。老哥今天还来去买机票去了。像我们养个小猫，那也可以训的猫。对。真的。啊，我们批判一下中投公司，把这钱，国家的钱，错误的投给黑市，投给香港人认识。对，梁锦顺，把国家的钱亏的。对，这事情很严重。哎，您好，那个 Casey 是吗？哎，我转呢，那个是这样，那个您能不能把他生气了，后果很严重。对，我们不高兴。43个人的人名能给我吗？我要。我可以足够。我一发达的就是校花，真是，突然间都发了。